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台东的出路，这一个有机茶园是在出路牧场的附近，然后有机茶园的名称叫做家方有机茶园，等一下贝会来这边采茶，然后也会来这边就是参观那个制茶的过程，然后今天的媒体联访是安排在这里，所以在现场有看到不少的记者。台东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哦，然后空气也很好，只是比较热了一点，所以要多喝水，避免中暑。大家可以看到对面那个台东的那个山林线，非常的漂亮。大家好，咱即马伫咧台东，念咪阿伯会来遮买茶，然后买看迄款制茶的过程啊。这个非常的热，所以采茶的话一定要带斗笠，不然应该一下子就会被晒到中暑了。这是个有机茶园哦，非常漂亮。带大家看一下台东出路的这个茶园的景色哦。真的很漂亮哦，这两天已经晒得有点黑了，已经变得跟台湾黑熊一样的颜色了。是的，今天是熊熊在这边帮大家做直播。那阿伯会在台东待两天，然后第三天的行程应该是在花莲了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来台东，但是以前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，所以觉得这边就是很漂亮，然后空气非常的好，然后这边的人做事就是可能就是慢活啦，就是慢活的概念，就是这边真的很适合就是来这边度假。有刚才茶庄的那个老板娘都有给我们喝茶，喝冷泡茶，所以就是非常解渴，然后也可以消暑。希望有机会可以多多的去爬山，因为从山上看下来跟从我们这边往上看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景色。今天的媒体联访是在这里，所以有很多的记者也在这边等候了。阿伯大概在5到10分钟内应该就会抵达这里哦。市长应该等一下就要到了，那我们就往下走，走到那个媒体联访的地点，带大家看一看。那现场除了有记者之外，也有一些花东的志工来这里为阿伯加油，然后看阿伯这样子。
家。哦，有机会希望可以吃世家，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吃世家应该也是十几二十年前了吧。听到声音了，对啊，有一些志工在那边喊口号，等一下要为阿北加油。那我带大家走下去咯。一直觉得白色的衣服，白色 T 恤，在这个蓝天绿地或是茶园里面非常的好看，所以我很喜欢穿白色的 T 恤。等一下，如果真的很热，可以跟老板借一顶斗笠来戴。前面就是一些志工，他们来这边为阿北加油。有很多人都是从台东那边开车上来的，然后也有外县市的柯粉开车来这里。我们等一下也会走到茶园里面直播阿北采茶的过程哦，所以大家中午吃饭的时候可以看阿北采茶。这附近就是出入牧场的地方，刚才开车的时候有经过，然后有一个大大的牌子写着台湾最好喝的鲜奶。阿伯有一些行程就一定要请假，然后平常日来看，不然人家都休息啊，他也看不到。比如说参访企业啊，参访一些农庄啊、茶园啊什么的，都可能就是必须要请假，然后平常日才看得到，才可以跟他们做交流。这个行程是市政交流，所以应该台北市政府的单位应该也有来，相关单位吧，什么北农啊，还是市政府里面有关农业发展的部门，应该也是有派人来参加。阿伯好像快来咯，我们站在旁边等待。平常日还是可以看到这么多志工，真的很感动。
站在市长后面，哦，不要卡在市长前面，不要。有看到北农的黄向群董事长，所以他应该是市政府派来的相关单位的局处首长，然后来这边跟台东县的那个相关单位做交流。那我记得阿北之前在木栅也有去采茶，所以采茶的话，采茶这个经验对阿北来说应该不是第一次。快进去，赶快跑进去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小姐，你不要挡住车道。挡下去，站旁边，站旁边。哎，等一下，麦克风没有停，不能停，大家坚持下去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小姐，出发式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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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来。台湾的选择，柯文哲；台湾的未来，柯文哲；台湾的希望，柯文哲；台湾的选择，柯文哲；台湾的未来，柯文哲；台湾的希望，柯文哲；台湾的选择，柯文哲；台湾的未来，柯文哲。阿爹，阿爹，苏老板，来来来，热热热热，那我们先坐吧。我们是你的粉丝啊！那个位置给乡长，旁边的来啊来啊！哎哎，来去公所，去公所，非常的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老板娘，老板娘这边 ，OK 吗？好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！哎，不要站出来！哎，杰哥，好，开始吗？再开始哦。花的这么多人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个花。
传这个传统是传统重要的重要的资产的这种，其实是国家好好保护的，它就是在里面。我觉得在应该发生，应该承认自己的忘记了。记者要引导摄影大哥。哎，你要跟摄影大哥说走那一个那一条、哦，不要在阿北旁边。阿北现在换装要去采茶了，那等一下我们也会到茶园里面看阿北采茶的过程。前面让一下，这边哦，摄影大哥走这一条，摄影大哥走这一条哦，摄影大哥请这边哦，摄影大哥走这一条哦，摄影大哥这边，这边，摄影大哥走这边。
大家都大家变得非常时间太紧张了。对对对，现在检查最好，打个都能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边走，这边走。早上好，领导，你们赶紧帮我前面蹲着的记者有吴怡萱、李品仪，还有张新文。张新文是一电视的记者，然后李品仪是 TVBS， 吴怡萱是台视新闻。有张新闻就不会有戴相宜，因为他们都是一电视。这个是有机茶园，所以他们没有用任何的农药哦，都是有机的栽培的。谢谢。我们让 Q 开 ，Q 开，江长 ，Q 开。好好好好好好。
就拍香港跟科比拍照。香港一起。师姐拍。师长要认真。好，我们要赶快进到室内了，因为在外面站很久，感觉头非常的烫，很容易中暑，所以赶快到室内去。
跟梅酱，对，这个都是甜的，对啊，这个是梅子，那个蜂蜜产销班的梅子，蜂蜜，不，蜂蜜，这是没有蜂蜜啊，刚刚那个是梅子，都不用加太多，一些些就好了，我们去它的清味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有机的，然后非常养生，好，洗个手，好，洗个手。这波有机的，那有机的吧。对啊，市长可以先喝一下，请喽。对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我们加一点点，加一点点。等一下，记者们都可以喝哦。哎，我要站起来。哇，那个不会多种味道。去杯。啊，去杯。这个里面儿茶素含量很高哦，儿茶素跟叶绿素很高很高。那平常没有做这样来卖没有，因为这个很快氧化，所以这个要做饮料不行，除非你要添加一些产品这样下去就现做，对对对对，就只能现打。那也可以啊，就在那边现打卖啊。我们接游客让体验，让他体验，让了解说我们茶园有机茶园怎么管理，因为有机茶本身就很辛苦，所以让消费者知道有机茶园怎么管理，让他来支持我们，要不然我们做广告啊，我们会滞销啊，就有滞销的问题。全国最大。对啊，全部就在。市长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帮忙一下，加班费。嗯，做了怎么样？没拜你们今天。对啊，我想这不是旁边就怕。像孙呢？可以自己打，可以自己打，可以打来喝。对啊，自己打，打来喝。来啊 ，OK。我们喝一口阿伯刚才喝过的绿茶，看是什么感觉啊？嗯，真的很好喝哎。你的是红龙果，我这红龙果，他的是芒那个百香凤梨，对，当季的水果，我们都用当季水果，对，自己做，对，自己做，在里面做，对，在里面做，没有，那是游客体验的，这叫食农教育体验的，现在推食农教育啊，在地食材去做。哎呀，刚才那个饮料需要现打，那个是绿茶，所以就是比较不能够说装罐来卖这样子。我们自己做的，让游客玩的。对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要把水果融入在里面，吃起来才会干干的。这个是我们参加农委会的食农教育比赛要做的。我本来是要让你们自己做，没时间。让我体验一下。我吃槟榔啊，这个是有草莓在里面。啊，草莓啊、哦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草莓，那是红龙果。红龙果哦，那个是红龙果，因为我们台中没有种草莓，没有草莓，所以我们没有用草莓，我们就用当季的红龙果。这是我们台中的红龙果。肯定有。对，自己做。那皮也自己弄。再找几家店里面。茶叶啊，这样。亮的，红色红茶，算红乌龙，台中的特色茶。今天那个毕业，那个他那台山十八号。不是，各有特色了。对，各有特色，各有特色。对。这是一个老茅叶。对，它那种品种有一种特色。对，油龙虾啊，油龙虾，而且油龙虾让我玩啊。我们这边是做休闲农业的。一次啊，我们最高收到最高纪录是240人，国际的交换学生，240人。
可是那个真的是这样的太多了，品质会比较不好一点。一台一辆车最好。一台要三台车的。啊，你用全部都两台啊？两台。两台。哦，不一样。有机会可以，我们台北市的可以组一团来玩一玩。北市组一团。对，北市组一团。组一团过来走一走。游览车啊，就一边走一边玩啊，其实学生来体验也很好。对啊，学生啊。学生来体验。国际教育学生来。38个国家嘞。38个国家。富人社对，38个国家过啊。那阿香办的好，不要跟你讲嘛。富人社。哦，富人社那导游谁来领奖？富人社。应该是网络看到的吧。对，240个都是交换学生。学生来，那消费能力不强。没有，他是国际交换学生的。我不知道，不骗你，他是国际交换学生。我以为哈，我说学生贵嘛，结果哈商品都没当到，他有加上全部拿的。因为这个最，因为他会带回去跟家人分享，而且很新鲜。外勤工学生有前面几年大学生啊，他是大学的交换学生，不是国中的交换学生，所以他们的经济能力应该是够的，才会让他们出来做交换学生。大学生无搞不定，爸爸妈妈。对啊。而且两个国家也第一次搞搞这个里面的大分米大一的梅浆诶，很不错哦，从来没听过。我本来如果说我茶叶再放多一点，那茶叶味道更好。是哦。那你要叫弄的，我是怎么打来？你养过啊？我天天天天，我天天自己打来喝啊。对啊，我就是自己打来喝，真的很好喝。所以讲跟他讲到。所以搬东西来叫可以的。哎呀，把人卖给你抄哦，把人的地。哦，因为我们是有机茶，别人没有机茶，他不敢做。对啦，因为重点是要有机茶才可以。对对。好。阿伯只要到外县市啊，很多在地的记者在采访完或是摄影完之后，都会跟阿伯合照哦。乡长来，董事长、副市长、副市长一起，当数六来，好，比个，没有手了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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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呢，难得来了一趟，对，有机茶卡，对，干你爹，好，代表爷，好，来，哎，这工厂来，这是我们的工厂，这是我们的，这边可以吃吗？不要，我们在上面不要跟厂商落地哦。茶巾是在上面，茶巾就是采好的，四光尾雕了，四光尾雕以后，尾雕以后用我们的下来，从这边下，上面尾雕晒太阳，对，老老外店家，老外店，
然后再从下面下来，就放到上面去做，就是消防。好，跟他消消防保证的。哎，溜落来擦，这是溜擦黑的。我们擦黑就在做上面的室内尾灯，然后再就放到这里。这里就是这里开下去的话，有那个空调。我们要开空调。空调。做啥来着？空调就叫室内尾灯架。你看，你看，他都没开。有叫水管。我的五块零五。我也不能点灯，红火灯。哎，红火零五。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有机茶园哦。从这里来，红茶从这里，小心哦，红茶就过这里，安
大家有没有听到背景音乐？来看一下北的角度，看进去哦。今天现在还没有茶叶。这里面是比较热一点。你等帮忙开一下好吗？我来，我来。动一下，温度不要开高。
我若要给你入来底看，你就讲行无时间。没有，这是你的粉丝，哈哈哈哈哈，这是你的粉丝，好像看到你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来来来，手机我帮你们拍，都是来一组一组来，就拍照的，好，来来，你们先拍，我帮你们拍，先拍，好，我们先拍哈，来。先全部来哈，来大家哈，来一二三，来再三，一二三，苏老板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等一下，今天就来可以吗？来，我们先苏老板，好，来，陶杰，苏老板，你在那边，好，来，然后这边，我们那个好台要帮拍到，好，有，好，来看这边，来一二三，来再三，一二三，好，好 ，OK， 还有哪位？来，一位一位可以来。来，直接我发抢干单。来，自拍，自拍，自拍。自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来。来这边哈，我统一用他的他的。来，来，这样子平滑进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再张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好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这个行程就直播到这里哦，到下一个行程可以直播的时候我们再开，那大家等一下见哦，拜拜。